喂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日版就而家有个四周年嘅属性选择啦，系啦，咁我就系啦，非常好彩啦，啱啱有机会就可以玩到呢样嘢。咁啊，其实呢个台版大家做过啦，之前都有啦。咁啊，今次就我呢个账号啦，咁我就同大家讲一讲啦。如果你个账号可能系新啲嘅 account 或者唔系咁齐咧，咁我自己个人系优先建议大家拣光或者暗先嘅。因为呢两个属性，即系你先唔好考虑打啲好难嘅关啊，如爆绝啊、啲超绝嗰啲啦。咁啊，有啲救极或者激救极，可能我觉得你打咗嗰啲先会好啲嘅。咁而光同暗，由于呢个唔受大，即系唔受呢个火水木嘅属性克制咧，咁啊繁用性相对比较高嘅。咁啊，光属嚟讲就当然系推介翻光天啦，或者而家你可以拣丽拉都谂得过。咁啊，暗属性就当然系潘朵拉啊，或者其他啦。咁开头其实我諗住揀光天嘅，我諗住揀光，但諗諗下我见到 Pan 中咗隻潘朵拉呢，咁我又少想揀返暗啦，咁所以希望我就今次可以中返隻潘朵拉，係如果唔中潘朵拉 PK， 我同你讲唔中潘朵拉奶塔㗎啦，真係奶呀，好緊張啊，喂哇！点拣啊？喂，唔系啊，喂！哎呀，可唔可以嚟个？喂，如果呢个时候我试个弹 game 系唔得嘅，我试个 Q app 咧系冇意思嘅，你系找唔出呢个画面，有冇搞错？非常反嘈！哇，难度真系好，仲衰过台版个词，黐线！唉，呢个系物节轮系列，哎，哇，真系唔识拣，老实讲。真系唔识，坚唔识拣。算啦，我唔拣住啦，我唔拣住啦。呢条片我而家出片先啦。大家唔该留言教下我拣边只，你哋觉得应该拣边只？我留言啦，我而家日版我就停咗呢个画面先。一下次我登入咧，我都系喺呢个画面。我真系唔识拣啊！呢五只咁劲，点拣啊？喂，大家唔该留言话俾我听，可以拣。喂，其实拣 Sakura 个希。Sakura 嘅未来性系最大，因为 Sakura 好有机会受神化。呢只吹箫人就一定死，一定冇希望嘅啦，只系咯。大家唔该留言教下点拣，我唔识拣，系啦，唔该 ，please。